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最新规划显示，美海军舰艇数量将在未来十多年内迎来井喷式发展，并在2034年达到355艘。俄罗斯则大力发展新一代航母杀手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印尼英航宣布取消49架波音问题机型的订单，同时美国空军开始重新检验波音生产的军用飞机的飞行训练流程，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也受影响。韩国夜店门丑闻持续延烧，韩国娱乐圈史上最大丑闻还将会牵出多少财阀和政府高层？吉尔吉斯斯坦一架直升机坠毁时的视频被爆出，再现飞机直冲地面的恐怖瞬间。继本月早些时候呢爆出一份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这个军费预算之后呢，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重建美军又有了一项新的动作。一份最新的规划显示，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将会在2020年末达到301艘，并且将会在2034年。达到355艘的高位，此举将会有什么影响？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了位于俄亥俄州利马市的坦克厂。利马坦克厂是目前美国国内唯一一处坦克制造厂。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坦克也失去了昔日风光。这座工厂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传统的大国竞争，持续加大军事投入，坦克厂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白宫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利马坦克厂增加了超过150名员工，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还计划再增加400人。 America does not need conflict, but if conflict comes, and you know the story, you gotta be strong if conflict comes, we will dominate the battlefieldAnd we will win, win, win. We're now set up to win, win, win. 美国陆军在特朗普重建美军的计划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但事实上，分到最多预算份额的依然是海军。21号，美国海军按惯例向国会提交了最新版本，也就是2020财年的未来30年造舰计划。这份计划显示，到2020年末，美国海军的舰艇总数将由目前的289艘增加到301艘。防务新闻指出，上一次美国海军舰艇超过300艘还要追溯到伊拉克战争前的2002年。这份长期规划还显示，5年以后，即2024年，美海军舰艇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到314艘，随后进入一段井喷期，最终在2034年触及355艘的高位并保持下去。这与1年前的规划形成了鲜明对比。按照2019财年的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最多也只能拥有大约340艘舰艇。美国的350舰队计划是特朗普上任以后，提出海军扩张的一个基本数字。这是经过计算的一个数字。他认为，如果在大国竞争期间，主要大国的海军数量包括综合能力有一个基本概算。如果把美国的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多用途驱逐舰、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包括护卫舰进行统一概算，大概是这个数据。只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形成优势，才能够在大国海上竞争中获取绝对的优势。第二呢，这个所谓的造舰计划还有个牵引功能，有可能在350造舰计划中有很多水分，但是美国海军如果瞄准了一个巨大的目标，这样无论是经费的切割，包括向国会申请各种特殊用途的这些技术的开发，都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理由。所以大国竞争需要350，要钱要物也需要350。美军官方表示，将通过加快新型舰艇的建造和推迟老旧舰艇的退役时间的方法，双管齐下实现舰艇总数大幅增加。此外，在注重量的同时，也不会牺牲质。按计划，美国海军将会在4月同军火商签约，一次性采购10艘最新版本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这将是美军5年来签订的最大一笔核潜艇采购合约。弗吉尼亚级是目前美国海军性能最先进的攻击核潜艇，对陆攻击能力有了巨大提升。
就在美国海军卯足了劲儿为大国冲突做准备的同时，老对手俄罗斯也没闲着。20号，俄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俄海军预计从2023年开始接收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并将其装备到水面舰艇和潜艇上。得益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国情咨文演讲上的大力宣传，锆石这个名字已经广为人知。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о гиперзвуковой ракете «Циркон» со скоростью полета около 9 махов на дальность более 1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способной поражать как морские, так и наземные цели. Е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о с морских носителей, серийных подводных, надвод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и подводных лодок, в том числе уже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х и строящихся под ракет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высокоточного оружия «Калибр». То есть все это будет на нас, для нас незатратно. 根据俄媒此前的报道，俄军计划在今年内将出动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进行锆石导弹的首次舰上试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是俄海军在苏联解体以后建造的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水面舰艇。俄罗斯第一频道认为，锆石的出现将使美国通过航母打击群在全球投射力量的作战模式从根本上产生动摇。ракет, гиперзвуковых ракет «Циркон» на наших крейсерах, фрегатах и даже корветах,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даже корвет с 8-ракетным залпом способен нанести серьезный урон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авианосному соединению. А уж фрегат даже в единичном виде, если он подошел, в единич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если он подошел на дистанцию залпа «Циркона», то он способен уничтожить авианосную многоцелевую группу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第一频道披露的信息显示，在推进系统的驱动下，锆石导弹可以一直加速上升到3到4万米的高空，然后开始向目标移动。由于其速度极快，对方雷达根本无法捕捉，防空系统也就无从拦截。此外，导弹在飞行时会沿着任意轨道运动，也保证了对敌方大型水面舰艇等目标的打击效果。俄罗斯海军与美国海军的抗衡依然会沿用冷战期间苏联对抗美国海军的基本方式，叫非对称。美国海军有强大的编队，俄罗斯未必去追求豪华昂贵的航母编队，他目前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所以他把反击航母编队、侦察航母编队、威胁航母编队作为打击重点，所以依然是以水下的弹道导弹和潜艇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攻击型核潜艇成为弹道导弹和潜艇忠实的伴侣，这样水下的这一对核今后对美国本土的威慑能力依然比较强大。如果把水下作战能力作为克制美国的核心方式，把各种反舰导弹当成非对称发展的主要平台和能力，这样对美国航母编队和所谓大海军这种作战目标就形成了鲜明的发展温差，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总之，俄罗斯海军会用自己有限的经费创造出一套对抗美国强大海军的原则和方式。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近来看起来是麻烦越来越多，在政治上的国会已经要求波音公司高层公开接受质询，而在司法层面 FBI 已经介入刑事调查。而印尼国有航空公司呢，22号也宣布将会取消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更是雪上加霜。22号，印尼国有的航空公司印尼英航宣布，已经通知波音公司将取消49架737 MAX 8客机订单，原因是英航的乘客已经对该机型失去了信心。目前英航正在等待波音方面的回复，预计波音下周将会派出官员讨论相关事宜。英航2014年宣布采购50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目前已经接受1架。英航表示，正在同波音商讨是否要将已经交付的这架客机退回。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英航是连续2起空难以后第一个正式宣布取消737 MAX 系列订单的航空公司。这名分析师预测，英航此举不会是个案，去年10月遭遇空难的印尼狮航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5个月里2起空难给波音带来的危机正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甚至波及到了军方。20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 率先报道，埃航空难发生以后，美国空军参谋长戈德费恩已经下令重新检查大型军用机飞行员的训练流程。他
他表示，希望确保飞行员能够为紧急情况接受充分训练，尤其是熟悉如何在紧急状况下关闭自动飞行模式。CNN 报道称，目前这项命令涵盖的机种都是波音生产的机型，包括 C-17 大型军用运输机和 KC-46 空中加油机。军方官员强调，重新检查飞行员训练流程并不表示上述机型有任何安全问题，只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我觉得空军参谋长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有一点包含了其他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空军对于新的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出自波音的这样的决定，包括2020财年的这个预算对空军的整个采购是有不满的，那么借助波音这件事情会对沙纳汉来发难，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政治因素。实际上它整个的波音的军用飞机的可靠性要远比客机在某些方面更加严格，特别是在飞行员操纵的这方面，那么它不会去为了省油去增加一个新的软件呀什么这样的一个调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它的安全性应该是可靠的。那么空军参谋长呢，借波音这件事情会对国防部来发难，那么实际上板子表面上是打在波音身上，那么最后这个传导是传导在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身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总统专机也是波音生产，因此空军一号飞行员的训练流程也将重新检查。实际上，空军一号是任何一架搭载美国总统的飞机的呼号，而不是特指某一架固定的飞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空军就专门有一支编队为总统出行提供交通工具。1990年至今，历届美国总统主要使用的就是现在人们熟悉的改装以后的波音747。与普通客机不同，总统使用的波音747可以接受空中加油，机上有总统套房，还有办公室、会议室、起居室、医务室以及工作人员、媒体人员及安全人员的休息区。它还配备了最先进的安全设施，包括扰乱敌方雷达的电子反制措施，机身则可以抵御核爆和电磁脉冲的攻击。目前，总统专机编队驻扎在距离华盛顿特区不远的马里兰州安德鲁斯基地。我们已经身处军事基地之中了，但是下面我们即将进入基地中的基地，这是全世界戒备最为森严的军事设施之一，空军一号就在这里。If you wouldn't mind handing your cell phone over to our security guy here, just because we're going into a more secure. I don't usually surrender this thing anywhere, so. 据美媒报道，与空军其他飞行员不同，总统专机飞行员的训练流程属于机密内容，因此尚不清楚美国空军最新命令会对空军一号的运行产生哪些影响。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此前曾经罕见获准进入空军一号的驾驶舱，了解他们的日常。The president's day is scheduled to the minute. The president arrives at one time. Less than 3 minutes later, he's on the jet. Less than 6 minutes later, we're airborne. So they don't add any extra minutes into the day for me. So every minute I delay him, it puts him behind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美媒介绍，即便是在暴风雨天气中，机组人员也必须要按照计划准备降落，而不是像商业航班那样改变航向。The airliners have the advantage of they can go ahead and move to an alternate location where everything's set up to take their passengers, etc. I just don't have that luxury, so I've got to get them to the destination. 据报道，想要坐上总统专机的驾驶席，需要先多年担任副驾驶员，并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拥有毫无瑕疵的飞行记录。韩国的李胜利夜店风波高热不退，已经延烧至警界政界。一场由斗殴事件引发的韩国娱乐圈史上最大丑闻，最终还将会牵出多少财阀和政府高层呢？21号下午，涉事歌手李胜利再次到首尔地方警察厅接受调查，这也是警方第三次对其传唤。据韩国 A 频道报道，警方将集中调查其安排海外投资者接受性服务以及非法运营酒店等嫌疑。제가어떤말씀드리는건가진실된답변으로성실하게조사해보겠습니다。李胜利朋友同样深陷丑闻的韩国艺人郑俊英当晚被韩国警方批捕。报道称，郑俊英因涉嫌非法拍摄并在群聊当中传播不雅视频被调查。
2015年底，他在群聊当中提到与多名女性发生的性关系，并分享偷拍视频，受害人多达10人。受李胜利夜店事件的影响，一故艺人张子妍被迫性交易案，在经历长达10年、4次不了了之的调查之后，因被指有议员牵涉其中，再次回归大众视野。当年张子妍在其遗书中写道，她被无数次强迫陪酒陪睡，希望摆脱这一痛苦。张子妍案牵涉甚广，涉案的不仅有商业传媒界人士，还有财阀。报道称，张子妍曾在遗书当中留下一份性接待名单，揭露了她被迫向31人提供性服务的经历，但这份名单在事发之后被离奇销毁。近日，张子妍同门师妹尹志吴向检方调查团还原了该名单的部分内容，她也成为本案当中唯一见过这份名单的证人。어린나이에도수사자체가미흡했기때문에제가이제는제입으로발언을할수있는기회가생겼고据尹志吴陈述，名单当中被大众所熟识的人物，除了此前曝光的《朝鲜日报》社长家族的人之外，还有一些是国会议员。그의원이누군가에대해서질문이나왔었고그분에대해서도명확하게특이한이름을가진사람으로사진하고확인을했습니다此外，由于10年间张子妍案中的嫌疑人均获无罪处理，该案早年的调查指挥官、前法务部长官全在真也在被调查之列。他被指于2008年与张子妍一同出席酒局，对此他极力否认并拒绝接受调查。前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别墅性暴力事件也一同浮出水面。2013年3月。迫于舆论压力，上任刚刚6天的韩国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请辞。韩联社当时报道称，金学义被指在江原道元州市的一栋别墅接受建筑商尹中天为其安排的性贿赂。警方得到的证据显示，尹中天雇佣了大量的女性为金学义等人提供性服务。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女性并非性工作者，而是在被尹中天拍摄不雅视频之后受到胁迫。在检方的包庇下，最后金学义被认定无嫌疑，不予起诉。在当时的不起诉决定书中，检方所列举的理由包括受害女性看上去不像受害人。据报道，李胜利夜店门涉事人员已有40人被立案调查，多人被逮捕。韩国五大娱乐上市公司市值蒸发近6000亿韩元，约合36亿元人民币。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夜店不仅涉毒、涉性犯罪，更涉嫌收买警察为其提供庇护，更有一神秘警方高官牵涉其中。在警方获得的聊天记录当中，夜店工作人员说，有竞争对手来店里偷拍，并向警方举报。一名 ID 标为警察总长的神秘人表示不用担心。另一段聊天记录则显示，夜店高层向警察总长求情，避过了警方的突击检查。实际上，韩国并没有警察总长这一头衔，专案组怀疑此人实为总警，即韩国第二级行政区警察署署长。专案组已锁定总警尹某为聊天记录中所提及的警察总长，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好的，更多资讯再来看组速览。近日，韩国警方抓获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涉嫌在30家酒店安装超微型摄像头，1600多名房客被偷拍。这些摄像头通常安装在吹风机、电源插座、电视机顶盒等各个地方，偷拍的画面被直播到某海外网站上，付费会员还可以观看经过剪辑的房客私生活。目前，2名主犯已被警方逮捕，但对于该网站的会员，韩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难以进行处罚。21号，一艘渡轮在伊拉克摩苏尔市的底格里斯河沉没，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当时，人们正乘坐渡轮前往另一个小岛庆祝节日，船体突然倾覆，落水的人群在湍急的水流中奋力挣扎。摩苏尔民防局称，
严重超载和因开闸导致的底格里斯河水位升高是造成渡轮倾覆的主要原因。18号，一枚韩国新型天宫地对空导弹在例行检修维护过程当中突然异常发射，3.5秒钟之后在空中爆炸。随后，韩国空军发布调查结果称，这起事故完全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维修人员本应拔掉用于实际发射的黄线，插上测试用的白线，但却在忘记拔掉黄线的情况下按下了发射按钮，导致价值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90万元）的导弹在空中化为灰烬，还险些造成人员伤亡。2018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一架载有9名游客的军用直升机在汉腾格里峰坠毁，当时机上一名游客用运动相机拍下了飞机坠毁的恐怖时刻。这段视频近日被媒体爆出，画面显示飞机突然意外下降并直冲地面，人们惊恐万分，紧紧抓住彼此。坠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疯狂的撞击，当时机上共有9名游客，4人重伤送医，所幸无人死亡。21号，莫斯科小姐选美大赛的官方网站宣布取消2018年度莫斯科小姐得主阿列西亚·谢苗连科的冠军头衔，并收回她的桂冠。声明称，按照合同，冠军得主应在3年之内参加大量的公共活动，其中多数为慈善活动。但赛后3个月以来，阿列西亚一项活动都没有参加，不是电话打不通，就是对外称病。但与此同时，他在社交网络上却表现得极其活跃。21号晚8点半左右，日本长崎市市中心的路面突然被海水倒灌，临街的商业店铺纷纷进水。部分轨道交通线路中断，有市民称甚至可以在路面上看到鱼儿游动。30分钟之后，海水逐渐退去。日本电视台称，这次城市积水是由于多次海水大潮叠加造成的，当时海面大浪的上下振幅达到了1.5米。21号，取景于俄日争议岛屿之一国后岛的俄罗斯电影《失去的岛屿》举行了先行上映会，约有270名岛上民众到影院观看。这部电影讲述了来自莫斯科的新闻工作者前往国后岛渔村采访的故事，他被岛上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民深深吸引，而国后岛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原貌也成为了该影片的一大亮点。好的，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